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徐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今天呢，一样是为大家带我们的未知花。那继上一集，我觉得我们的美米已经被杀掉了嘛，就是应该是被吃掉了。然后我们的梨园，它被拴在那个地方，然后那个神秘的女博士，她说是站在我们这边的，看来之前一定是发生过什么事件吧。然后我上次得到的是一把生锈的钥匙，是不是？巨大的娃娃，这些都是娃娃，有没有搞错啊？看起来就像是人一样啊，这是。看起来像是某种机关的拉杆，似乎是没电的缘故，拉了也丝毫没有反应。那配电箱，哦，开吗？拉下它。哦，下面的地方就可以过。本来下面的地方是在晒衣服的。这根本就不是娃娃嘛！这些娃娃怎么突然？哦，不是怪物，是人造的机器。赤手空拳冲上去硬劈太危险了，还是快逃吧！快逃！我是要逃到哪里去啊？往前逃吗？还是看来应该只能往前逃，对不对？逃吧，逃吧！哦，回去的路被挡住。那个油箱里面会有东西吗？等一下哦，我们一样试试看。打开油箱，那果然是没有用的地方，是不是？那家伙也太可怕了吧！有枪吗？没有，依旧。拿不到任何一把武器。配电箱开启，然后就可以打开这边的机关。看起来是操作旁边炮管机关的拉杆，看似电源已经打开。哦吼，原来是这样啊。管不能硬冲，先不管怎样，先转看看吧。从右上方的深处传来某种声音。右上方的深处，等一下，你也让我好好的，没办法，你们太过分了。等一下，群殴里面的液体是油吗？快没有那个。洗才一，等一下，我把自己洗干净一点。天啊，我觉得皮都快破。不过我那个按钮还没有按呢，这样是不行的，对吧？哎呀，
你好烦哦。没办法回去了。钥匙，鲜艳的钥匙。然后呢？焚烧炉的门卡住被卡住了，拉不开，洞口处还残留着燃烧过的味道。然后去洗把脸吧。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过去啊，已经没有操作的必要哦。怎么办？管我这边没有按到那个按钮，是现在是有点白费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等一下，就跟这完全没有关系耶，那我干嘛重来啊？不过这样至少我可以回来，对不对？哎，被他碰到一下了啊，没死。前奏，坏掉的机械娃娃，等一下，放吧。哦，原来是要这样，然后我就可以打开这边了，得到了我的枪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我掉的那把枪，得到了手枪，取回了武器了，应该没有坏掉吧。又来？不会吧，被夹击了，该死，根本没有时间装子弹啊，该怎么办？哇，只能冲过去了啊。哇，咦， SSSSQ 哦，还好这游戏没有太坑人，差点就要没命了。冷静点，不过就是这种程度的机关嘛，继续往前走吧。啊，好哦。哦，我30个档案都存光光哎，那没关系，就是要讲，空无一物。这是发现一台老旧的电脑，似乎播放着某处的监视画面，看一下吧。是哪里的监视画面？是我们之前的那个地方的监视画面啊？怎么了吗？荧幕上显示了三个格子，底下还有数字键盘，墙上的纸。哦，原来是要这样。T 恤、裙子跟那是什么？袜子吗？
那什么裤子吗？那什么啦？等一下哦，T 恤153。没有任何的反应。哦吼，怎么会？2253啦，我眼睛一定脱坑。T 恤明明就是两件，哎，哎，等一下啊，不是示意，这有这么差吗？254，不不不，我要再确认一次，254对不对？对，254，奇怪，阿曲的数数真的很有障碍哎，254，啊哈，打开了，好像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事，反而是要被大家笑哦，这也是。那么就是那个花都盛开的花，这里是四周的雾气有股怪味，这些都是花吗？数量还真多，根部附近的红色痕迹是血啊，都是干掉的血，又是那个男人吧。啊，果然是你哟！这次也没有受什么伤，就成功的突出啊，生命力很强嘛。而且你也跳太远了吧？也有一段时间没有来这里了。原本还堆满着尸体，现在全部变成花了。明明有楼梯，还硬是要跳下来，耍什么帅啊？哦，居然还有余裕耍嘴皮子，你好像已经习惯这里了吗？谁会习惯啊？如果这里不是终点的话，就给我滚开，我还得继续赶路。为了新药，还真是拼命啊。虽然不想浇熄你的斗志，不过这里就是终点喽。哎，这个广场是用来丢弃像你们这种臭虫的尸体，让其逐渐转为成花的弃置场，所以这里才会一直放着这种杀菌兼消臭的气体。啊，放心吧，对人体无害。等等，既然说是终点的话，那要。都说好，当然会给你。真的，不会又是唬人的吧？我也只是 boss 说什么就做什么，唬你的人又不是我。拿去。啊，得到了药物瓶。这么干脆就给我，没有什么最后关卡之类的。最后关卡怎么可能会没有啊？是又要打是不是？连你也是？你们是哦，就是完成品。拿了好多，你啊 ！Q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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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连这种程度的攻击都躲不开，反应真迟钝啊！你的手，你该不也是？我也曾经是马鲁的受害者哦。和李渊一样，
怎么，你不是早该习惯这种超展开了吗？有什么好惊讶的？可是，你的为什么你的手会变得那副样子？因为我使用刚才扔给你的药。哎，什么？你是装傻还是真的听不懂啊？我就是服用你手上的那罐药，才得以抑制妈鲁在体内作乱。啊，不仅仅是椅子，还能像这样自由地控制它的形体呢，感觉真不赖啊。这东西的作用，难道不是完全消灭身体的虫子吗？嗯，我从头到尾都只是说新药啊，没有说过它的功效吧？你，啊，想动手了是吗？喂，喂，死金毛，给我适可而止一点。哦，看来他还蛮喜欢这个称呼的，然后拿去乱造。不是说了，在我们到之前随便捞几句打发时间吗？居然都打起来了。才没有打起来，只是稍微玩一下而已的。你刚才那句死金毛又是怎么回事啊？哦哦，是跟那位小弟学的哦。诶诶，你这臭虫，更生气了。等等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好了好了，神獒就到此为止吧。还好吧，可以自己走过来吗？绚丽小姐，我的左眼还有一点看不清楚。别担心，越是去在意就越难复原哦。梨园，你想干嘛？别这样，赛兹。虽然视线有点模糊，但前面的人是小心没错吧？梨园，小心。没事，还是害怕了吧？我话现在说在前面，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已经算很好了。这伤会复原吗？可以治好的吧？很难说哦，本来连意识都可能无法维持的。不过以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我认为有机会复原呢。只要别给他太多的压力的话，你们啊，别担心，这种伤很快就会治好的。哦，眼睛，我不需要你来关心。对不起，我的人生。我原有的人生活全部都被你毁掉了，现在才说对不起根本一点用都没有。喂，冷静点，别太激动，好不容易才让猫安定下来了呢。我会补偿的，所以不偿，那么还给我吧。什么？把原本属于我的一切还给我。小西，你办不到的吧？办不到却还说大话，你一直都是这样子。结局一、结局二，啊，空白是什么啦？
啊，我没有拿到的物品是不是？拿到拿出解药。不是的，我没有说大话。你看，我已经拿到解药了。这根本不是解药，而且无法消灭，但能控制马路的药，没错吧？哎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是我告诉他的。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一再的欺骗我们呢？不是，我没有。想让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服用那种东西吗？结果你彻头彻尾都只是想要骗我而已。只要你的身体没事，就无所谓的事吧。我怎么可能会那么想啊？冷静一点，已经够了。如果你真的不愿意使用它的话，我会再想别的方法的。闭嘴！要暴走，我绝对会负起责任，直到你康复为止。闭嘴！闭嘴！所以，拜托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不是叫你闭嘴了吗？啊，折叠刀，这种东西是什么时候失常的？那个是我给他的。什么？居然是一击毙命！你干嘛做多余的事啊？给他武器这种直接干涉的做法是不被允许的吧？我才不会没事去违反规律呢，是有必要才这么做的。再说，我并没有要他用这把刀伤害谁，只是说了用在对的时机这句话而已。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道关卡哦。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会有这种事啊？哎呀，告诉你的话，一定会很排斥这种拐弯抹角的做法吧？因为不想听你叽叽喳喳的抱怨，所以就没说。我才不会叽叽喳喳的抱怨，虽然这种做法我确实不喜欢就是了。不过，对这臭小鬼来说，确实是最难跨越的最后关卡吧。什么都撑过来，最后却是这种死法，啊，真可悲啊！你在同情他？怎么可能？更正，不是可悲，是可笑，可笑！呵呵，宿主的死亡。宿主 B 看起来是没有做，明明有机会能成为同伴的，虽然很可惜，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总之，最后一次观察也悲惨的落幕。接下来，轮到我们要拼命了哦。在这里被彻底摧毁之前。5年前的那笔账，绝对要让他以此还清。Game over。屁嘞！这是结局吗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什么都没有，直接给你 get over， 然后跑那么长的剧情是算什么啦？
好啦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实况那就差不多一样，先到这里好了。一样，如果说我的影片的话，不妨可以订阅我，或者是点个喜欢。那我们就下一个 episode 再见喽 ，See you， bye。